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今天要来拍春季预测的麻将桌开箱啦！我们现在人已经在台中潭子区的何先生家门口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去敲门吧。走。有蝴蝶，太久没出门了，看到蝴蝶都会怕。以为这是娃娃车吗？不，这是我们东方不败麻将桌的装机车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现在看我们的幸运得主何先生喽，扣扣扣 ！Hello， 何先生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是兔兔，我是吴老师，来装机喽。里面请。装机喽。这座麻将桌是预计要装在这个一楼的空间，对吗？对对。嗯，好。那我们东西已经有先请技师搬进来了，稍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技师装机环节，装机环节也会有就是技师一些简单的介绍，然后装完之后也会有麻将桌的操作，有花没花，然后麻将桌故障要怎么修理这样子。那我们先进入装机环节。现在跟各位讲解一下，就是比较简单的故障排除。好像我们这种直上直下式的电动桌，最常遇到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排除忘了拿，好像这样子不小心排除掉下去卡住了。然后我们不用紧张，也不用理它。哦，三到五秒以后，它逼完以后就会自己停止了。哦，等停止了以后，我们再把排除好拿起来，麻将稍微整理一下。整理完之后，升降钮我们再按一下。好，麻将升起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游戏了。第二个情况是，当我们在推牌的时候，万一不小心有一颗麻将忘了推进去，好，记住它在洗牌的同时是没有办法升降的。好，那少了一颗以后，我们要同时按两颗升降键，这个叫做强制升降。好，把多余的麻将推下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们来讲解一下电动桌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可以把两副麻将都收纳在电动桌里面。但是这个情况的前提是，我们的电动桌没有要折叠，我们电动桌没有要折叠。当我们打完牌之后，第二副推下去，在骰盘还上升的同时，去长按骰子键的对角，对角两颗同时按住。三到五秒，等圆盘移动后，手就可以离开了。
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两副麻将都收在电动桌里面。现在为各位讲解，就是我们折叠电动桌要如何折叠。但是先记得一件事情，折叠之前记得把两副麻将都先收到我们的收纳盒里面。好，折叠的时候，电动桌里面是不可以放任何的麻将的。那折叠的话，我们从下面看，折叠一定是从电源开关的这一侧，好，往对面折叠。好，折叠方式也很简单，左右两边会有这个黑色的旋钮，我们把它转松。转松之后，记得我们一定要单脚踩底座，一手在下，一手在上，往上提，就可以把电动桌折叠起来了。好，旋钮在这边。那当你要使用电动桌的时候，一样，我们单脚踩底座，把电动桌往回拉，再把刚刚提到的旋钮用手转紧，这样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来，现在呢，要跟各位揭开电动麻将桌它是如何洗牌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大盘在转动，那另外旁边还有四个小的滚轮，轮流的把牌吸上去。好，所以它这个洗牌、捡牌都是随机的。你看它麻将经过的时候，也不一定会把牌往上带。很多人在购买电动桌之前，都会质疑说啊，电动桌的麻将可能会洗不干净啊，或是说可以作弊啊等等之类的疑问。那现在我们拍的这个就是电动桌洗牌的过程。好，那也有很多人在问说，电动桌的洗牌原理是什么？电动桌洗牌的原理呢，它是靠磁铁。好，你像我们麻将都有磁铁，所以当两颗麻将同一面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放不住的。好，它是放不住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电动桌洗牌的过程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兔兔专访时间，来小小的访问一下我们的幸运观众何先生，欢迎我们何先生进场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先生，我是摩羯座的。哦，摩羯座跟我一样哎，摩羯座幸运的一年。想问一下何先生说，看吴老师的频道大概是从什么阶段开始看的？春季开始看。好，那我一定要考一个啦，春季冠军是？不知道。好，那春季最喜欢的选手是啊，逆转胜。这一次预测的名单就是有经过自己的精心挑选吗？还是就是怎么这么会猜？我是随机挑的。随机挑的，确定不知道春季冠军是谁？不知道。这样子马上回来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一种食物。对，那以后要常常看直播。要。我下次会考你大张杯的冠军是谁哦。好，平常在抽到麻将桌之前，大概一个礼拜打多久麻将？一个礼拜一天，一个礼拜两天。一天。一个礼拜才一天。为什么只有打一天？是因为工作？朋友没有空。朋友没有空。就只能抽出一天来打。只能抽出一天来打。那抽到电动桌之后会更常打一点吗？会，我会请他们来家里打。请他们来家里打，还是现在我请菲菲跟暖冬，我们直接下来打？好，那我们直接开打。那今天的专访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这台款式是我们东方不败的笑傲江湖折叠款，只要18000就有含桌子还有周边的配件，这样子技师到府安装好。那东方不败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款式，从不到20000的就是电动麻将桌，跟到就是比较高单价的电动麻将桌都有，都可以到我们东方不败的官网选购。东方不败的官网会贴在详细资讯栏，点开就可以看到。那跟我们买东方不败的麻将桌有吴老师这边的专属优惠，也可以询问我们的粉专。那也谢谢何先生今天配合我们拍开箱。谢谢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位幸运观众哦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吴老师一圈争霸赛开始。好。喂，我要拼到底。东风哦，我一定要拍你，打到我拍你。东风，哈哈哈哈哈。东风啊！
一波三。